棒球场，欢迎来到我们富邦悍将的家。各位少女少男们，你们好，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一起来到现场为富邦悍将加油，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这么有礼貌尊称为你们吗？知道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总是把你还有你还有你放在我的心上。好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节目要服务大家一下嘛，好不好？这样可以吗？爱你好了，好像不太好。好了，那我再讲的是，今天太阳非常大，那大家也非常辛苦非常热，那我一样来问一下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天气这么好，太阳这么大吗？知道吗？不知道哈，因为要让我们一起晒恩爱啊。好，对不起大家，下面一位。好了，不要闹了不要闹了，我们精彩的重头戏已经要来了哈。大家都拍完照了吗？对，我跟你说，如果还没拍照没关系，赶紧来到我们舞台前面，赶紧来到舞台前面，因为有更重要的非常动听的旋律，非常天籁美声要来给大家做拍摄啦，所以赶紧来来来来来，赶紧来到我们二楼舞台前方。好了，大家都已经在粉丝团看过我们今天要来和你唱情歌，那么待会我们先掌声欢迎我们中职最帅的音乐团子阿诺。Hello， 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紧张吗？紧张。但紧张之前，我们先欢迎我们这一位幸运的女球迷，我们掌声欢迎米拉，欢迎。是的。我有话想讲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去应援，不适合来大唱歌。不会不会，大家都有听过阿诺的好歌声，对不对？阿诺声音是非常好听的，但是我先跟大家预告，刚刚啊，我听到我们这位米拉声音是 pro 级的哦，真的非常厉害，害我，待会就听他唱歌，然后听我破音好不好？可以哈。好了，那一样，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屋顶，掌声送给阿诺还有米拉。我们现在粉丝团又在直播，对不对？有。通常录音的声音会更显得难听啊，所以拜托大家来现场听。好，我是阿诺，米拉，我们来唱屋顶哦。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空间。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常出现的那个人，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用天线还深爱你的形状。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
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用天线还深爱你的形状。羡慕我的米拉都有这个机会可以跟韩露合唱，是不是？这大概是我今年从开赛到现在最难熬的四分钟了齁，好不好？希望大家还是多看我应援就好，不要听我唱歌了。好了，那我还是先问一下米拉，我们看他都没在紧张的，想问一下你练很久吗？两天。哇，掌声给他鼓励一下，两天就这么专业。你们知道为什么两天吗？因为前天才通知啦。没错。好的，那我再问一下，这是第一次跟阿诺合唱吗？对。那什么感觉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阿诺唱歌真的超好听。哇，你都我说我好听，那我要怎么形容你唱歌啊？很明显我有破音吧，不过我走音吧，对不对？没有吧？没有，对不对？没有，谢谢。那我一样来问一下，能够这么近距离跟阿诺唱歌，那有没有什么话要不要顺便来跟阿诺表白一下？还有。认真哦，认真哦，十指紧扣啊！如果讲得好，我待会帮你谋一点福利，好不好？来，我们认真讲一下，可以看着阿怒，我可以戴着墨镜，来吧。牵着手说了，不要害羞。请选择。阿诺真的很谢谢你，就是这样子带我们。虽然我们最近单机跑，可是阿诺还是很努力在台上，就是为带领我们一起加油。那我们也会坚持到底。谢谢阿诺，谢谢你啦，谢谢。讲得非常感动，其实我已经默默流泪。最后还是帮你谋个福利，我们跟阿诺一起拍个合照，好吧 ？OK， 爱心好不好？都难得来了，大爱心好不好？合体一个大爱心，来赶快帮我们米拉捕捉一下，好甜蜜啊！好 ，OK 吗？对，我已经自备魔镜，太闪了，太闪了。好嘞，掌声再次谢谢我们的米拉还有阿诺。是的，也谢谢米拉可以在今天现场跟阿诺来唱这一首歌。当然，在阿诺唱完歌之后，刚有提到嘛，我们每一组的阵容一定更坚强，所以最后的压轴球星上来之前哈，我们准备欢迎下一组，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 Travis 欢迎。也欢迎我们现场的球迷豆豆，欢迎豆豆。是的，待会 Travis 跟豆豆也会带来下一首的情歌，好不好？待会你想要谋什么福利，我直接帮你谋，好不好？想亲想抱啊，想要十指紧扣啊，我绝对帮你要到，好不好？虽然他说他原本是爪迷啦，好不好？好啦，先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
好了，马上话不多说，一起来邀请崔子跟豆豆带来的小酒窝。小酒窝，没错。没有拍照的手可以借给我吗？谢谢。难得看到这边我们的 Travis 首次在富邦悍将行动报奖初次现身，好不好？也初次失身。是的，那访问一下豆豆好了，刚刚看到 Travis 的感觉怎么样？就很难得这么近看到本人，很难得这么近看到本人，所以他平常都没有来我们主场。哦，不是啊，他都在我面前跑来跑去啊。是，都在我面前跑来跑去。那这一次看到我们的有什么话，那崔律师有什么话想要对他鼓励的呢？毕竟他也是我们今年新的副团长嘛，对不对？就是就像刚才的球迷讲的一样，不管我们的战绩如何，相信我们只要坚持到底，连胜是我们的，我们今天一定可以打败喵喵。他完全忽略我说，请把话对给崔律师说。没错，我说话对给崔律师说，你对悍将说。好啦，这非常好的一个祝福，来，因为他悍将的艺人啊，没错，他也是悍将艺人。那你想要十指紧扣、亲吻还是拥抱？公主抱，好一点。好，来，我们。
们公主抱合影好不好？公主抱合影。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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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失身了，可以吗？好了，开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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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前面镜头来合影一下，比个爱心，大爱心，大爱心。后退一步，后退一步。好的，那也先掌声先给我们的豆豆，谢谢我们的崔比斯。现场的球迷，接下来最精彩，我们今天的惊喜的嘉宾已经来到现场，请各位用热情掌声欢迎高国辉走开。国辉、凯伦，哎，来，我们今天非常多的球迷哦，大概有30,000人，看得到哦，凯伦。好，来，先请国辉还有凯伦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国辉。来，换到你讲话了，换你，换你。不好意思，我看不到，我只能用耳朵来听看大家的声音，到底多少人。好，在他们唱歌之前，阿怒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昨天，我们也再一次遇到今天球队输球。其实国辉他也很认真跟大家讲说：“阿怒，我可以不要唱嘛？”跟球长说：“我可以不要唱嘛？”因为感觉出来大家唱歌，大家一定会跟他讲说：“练球好吗？”之类的啦。对。但是我们最后也跟国辉沟通之后，我们希望国辉可以现场可以亲临感受到我们所有球迷对他真正的鼓励、真正的支持，而非批评，好不好？所以国辉再次愿意来到舞台上跟大家见面、跟大家现身，所以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高国辉、陈凯伦。他们要带来的歌《记得爱》，就像我的歌词。看不到啊，我歌词里面有歌词我不会唱啊。重来不算，重来。国辉加油！国辉加油！国辉！哎，唱歌不是我们的拿手，所以我们破音，希望你们鼓励一下，好不好？记得爱，撤退。
什么我还不撤退？哦，亲爱的爱，所有幸福的片段，所以才一直忘记要离开，谁住手继续勇敢不出我的爱，面对不敌的等待，就算风把我的头发吹乱，是我给我的答案，就不再考虑应该不应该，你的路落进无边无际的在唱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凯伦已经重拾光明了哈。好了，开玩笑吧，当然很流汗。这一次来，凯伦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现场的球迷来说的？我心里就一个字，就是拼呐、啊。我觉得不管球赛输或赢，但是我觉得拼，就算输很多分，比赛还没有结束。拼就对了，谢谢。哦，掌声鼓励。接着来，国辉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输，我觉得有时候失败并不可耻哦。讲真的，只是觉得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不要怕失败，就怕没有机会可以挑战。所以希望，但我觉得我们现在战绩很不好嘛，就是，但。是希望球迷能够多多支持悍将所有的球员，然后我想，不要说我想，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谢谢。好的，最后我们请国辉跟凯伦，我们在舞台，请让大家现场可以来拍一张照后，来我们三秒钟拍照的时间，也请各位把握一下，来请国辉跟凯伦来个帅气的 pose 来。是的，如凯伦还有国辉所说，除了拼，那也相信我们绝对会越来越好起来。其实这一次真的很特别，感谢国辉在最近激励我们打击的低潮，还是愿意站出来，来左边镜头看一下，还是愿意站出来跟现场的球迷来做互动。好了，右边的镜头也看一下。所以现场球迷，陈凯伦加油，高国辉加油，一二三，来，陈凯伦加油，高国辉加油，帮帮帮帮看将加油加油，掌声谢谢。来，留步，因为呢，今天是要好好疼爱我们的少女少男们哦，我要来谋福利。大家刚刚我有说到，我们有拿到我们爱情幸运签哈，有没有人现场拿到国辉的小卡，还有凯伦的小卡，举个手。好，来国辉的先来，来举到拿到国辉小卡举手，来举手，来都举高哦。我现在要帮大家谋福利，国辉待会帮我挑一位球迷拿到你的小卡，然后呢来到台上。就对我们球迷念你写的那一句话，好不好？好了，
举高举好，把这个福利可以送给女生，好不好？对对对，我们尽量让女孩一起上来哈。来，高国辉的，举高举高，请举高，请举高。给小妹妹一个机会。好的，小妹妹来到我们舞台前方。好啦，因为这个话情话是男生说给女生比较动听呐，所以我怕男生听到男生讲可能有点肉麻啊。可以吼，好来，来小卡给国威看一下。来，国威，你的小卡内容是写什么呢？好，来大声念出来。我发誓，这绝对不是我写的。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太甜蜜了。谢谢，谢谢这位球迷。好的，接下来轮到凯伦的，来抽到凯伦的，帮我举高，举高举满。好，来凯伦帮我们选一位，不要乱举。会检查哦，会检查。好了，那个那里那里的，那里的，哪里的？来，戴着帽子的嘛，对不对？来来来，来啊，你愿意上来就上来。这时候眼睛，哎呦，用眼怎么眼睛呢？眼睛呢？又看到了哈，又看到了哈。好，来就近凯伦上面。哎呦，小卡，哦。来，我们来到中间，来，先来中间。他叫克莱尔。他叫克莱尔。可以，你给他一个昵称告白啦。什么白马黑马？只要爱你都是王子。好的，我们一起合影来。那边哈，好，看到，听到了哈，听到了哈。好的，我们掌声谢谢这位球迷。好的，最后的最后，来各位，我们先请两位球员站到中间，那么帮我一起转向身后好不好？我们邀请各位球迷一起来跟我们的两位球员来合照。好的，那我们也请刚刚有一起唱歌的豆豆也来到舞台上可以吗？刚刚有一起唱歌的豆豆来，我们就看不到了。来，来到舞台上。是的，有话。好的，我们看前面的镜头，站在我们 PT 上面的哈摄影师。这一次，希望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加油声，更多的鼓励声，来献给我们场上的球员。好，来看镜头，一、二、三，不够。结束了，对不对？我们的爱。